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义，带您一起关心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淡水一姓在地方深耕了80年，广受淡水居民的信任，而每年的十月一姓的践行活动都是地方居民会合家参与的一场盛事，而活动在上周六登场，现场参与的民众非常踊跃，吸引超过5000人来参加，场面是相当热闹。长长的人龙在登公路的樱花大道上看不到尽头。上周六淡水一姓践行热闹登场，而根据主办单位统计，超过5000人一起参与，场面相当热闹。一姓理事主席麦胜刚也表示，今年是一姓的80周年，希望利用践行让淡水人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家庭运动活动。要是在现在的工商社会里面，大家非常的繁忙，我们希望呢，借由这个践行大会的一个举行呢，让全家大小、扶老携幼啊，大家都来做健走的活动。同时呢，可以放松心情，全家人聚集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大概有5000多人来参加。活动现场可以看见大家合家大小一起来参与，甚至还有人连自家宠物鹦鹉都带来一起参加。一姓践行是淡水最老牌的践行活动，40多年来始终如一，每年都会举办。而甚至还有人40多年来从来没有缺席过。全家，很好很好，对身体好。我参加。等一下，第一次，真的是40几年了，真的。我每年由我们开始，刚开始第一届的时候，我们还帮忙嘞，我们好多山友来帮忙服务嘞，是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的，你真的很有意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一直都是淡水一姓的企业理念。而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践行，就是希望在忙碌的工商社会，能够有一个适合全家人一起参与的健康运动。而从人潮踊跃参与的程度，跟各家候选人都齐聚一堂来争取选民支持，也不难看出这个在地老字号真的是广受淡水居民的爱戴。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此外，在这一次的践行当中，有一位参加者非常特别，一位48岁的许任琴，在去年8月之前，他还是一名因为中风被医生宣告有可能终身瘫痪的病人。但是践行的路程有6.2公里长，几乎都是山路，他用拐杖一拐一拐的走完全程，让一旁的人都相当佩服他惊人的毅力。而在一姓践行的队伍中，有一个人特别显眼。拄着拐杖一拐一拐的在山路上走着，看起来相当辛苦，但他却满脸笑容。他是48岁的许任琴，看着他在山路上卖力走着的模样，很难想象在去年8月之前，他还是一位全身瘫痪的中风病人。当初医生是跟我讲说我是躺在病床上的，不可能爬起来的，然后就说我的病症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轮椅，不然就是走了。然后我这样是已经奇迹的。然后医生是说我的毅力让我站起来的。许任琴原本任职于金融业，是一名热爱单车运动的单身贵族，但没想到2年前一场车祸，跟着随之而来的脑中风，让他人生陷入谷底。他回想当时，就算想要轻生，瘫痪的手脚都没有能力动作。后来他拿出了当年挑战永不放弃400K 自行车赛的精神，用毅力，每天早上5点起床开始进行复健，到晚上9点才回家，让他慢慢恢复了行走的能力。而他这一次挑战一姓践行，就是希望可以告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千万不要放弃。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像我1年前通通都不能动，都躺在病床上，我都能这样走出来了。我希望跟我有同样症状的人，或是你的家人有同样症状的人，鼓励他们走出来，跟我一样原本是躺在病床的人可以走出来。许任琴表示，中风之后他一度连语言能力都失去了，至今右手跟右眼都是全无知觉，到今天能够走完全程6.1公里，全部都是山路的一姓践行，真的是相当不容易。除了感谢身边陪伴的友人跟加油打气的民众之外，他也希望如果有机会，明年能够继续挑战下去。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距离年底选战越来越接近，由于这一次第一选区增加了一个席次，而日前宣布参选的淡水区长蔡业伟在上周六于淡水中山北路也成立了竞选总部，现场地方各界人士都前来祝贺。支持者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支持者将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上周六，区长蔡业伟的市议员竞选总部正式成立，地点选在北淡水中山北路。蔡业伟表示，希望凭借着过去9年来淡水镇长、区长的行政经验，继续来为民发声。很高兴今天我的竞选总部成立，承蒙我们乡亲好朋友们大家来这边跟我支持鼓励，
我相信我一定会用过去九年淡水建设的经验继续拓展，让我们的北海甚至整个新北也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让我能够再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蔡英文是升格前最后一任的淡水镇长，升格后因为地质法的保障得以续任一届淡水区长，前后九年累积许多施政经验，因此总部成立大会上，地方里长、退休校长、淡水各社团都现身力挺，就连副市长侯友宜、立委吴育生也特地趁着假日前来站台。前我选立委时阵，我那伫边仔家成立竞选总部。十当前蔡英文是教育博士，国花幼稚园的董事长，是一个资深的救护团的张老师，是一个环保工作者。这当前我来选立委时阵，他就跟我诉说淡水的理想跟淡水的未来的发展。这当啊，我跟蔡英文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十年来共同一起争取了北侧道路成功，没有伤害一棵红树林。虽然伊是一个老师，伊是教育家，但是伊足踏实的，唔是加一个学者。话讲讲的伊无在做，伊是一步一开，伊是很落实的，是实践他的理想，实践他的抱负。所以讲这四年来，佮延续伊前届五年，咱看到咱的淡水的建设，咱看到咱淡水的改变。在上一届选举当中，国民党提名的李文德以第四名的成绩高票落选。这次新北市第一选区增加一个席次，无疑的蔡英文被地方认为出现的几率非常的高，而蔡英文希望能够在激烈的选战中脱颖而出，继续来为民服务。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台湾大宽屏 Home Play， 让你多赢分享不设限，行动装置看得到的线上影音可以放到电视看，第四台节目也可以分享到手机或平板，现在办光纤上网 Home Play 免费，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准备水、干粮和手电筒哦，记得关门窗、贴胶带、堆沙包，随时注意台风豪雨动态。大雨来时，随时了解淹水讯息。56警戒发布时，配合疏散避难或自行前往避难所。需要紧急救援，请拨打119。没事，请待在家里，注意警戒讯息，不要前往危险地区，做好准备，安心。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表演。但其实我更热爱运动。教育部体育署现正大力提倡全民运动，并积极推动各项便民政策与设施。县市乡镇球类竞赛，让你做回运动保甘健。免费体适能检测服务，让你注意体适能状况。9月9号，全台公共运动设施免费提供民众使用。运动99，健康99，体育署邀你一起来运动。上个星期礼拜六礼拜天周休假期在野柳真的是很不平静，由于最近东北季风增强，北海岸的风浪都非常的大，不过许多钓客都还是会趁着假日的时候到海岸基钓，但是也因为如此，在星期六日于地质公园内以及野柳渔港分别发生了钓客入海的意外，总共造成一死一伤，还有一个人失踪。在这个月的4号傍晚，在野柳地质公园发生了一起钓客落水事件。当天有三名男子到地质公园正要进行海钓，但是由于当天风浪过大，再加上傍晚视线不良，正要走到野柳夹的时候，三个人就被一个大浪冲到海中，而其中一个人蒋姓男子刚好抓到一颗石头，
自行爬上岸，但是其他两个人陈姓男子与连姓男子却被大浪卷到海中。事情是在10月4号下午，晚上大概6点多的时候，那有3名民众啊，疑似要进入园区里面，然后进行基调的动作。那在进入园区的时候，然后不慎被那个大浪袭击，然后被卷走。然后一名蒋姓民众哦，那幸运的抱住礁石，然后有幸运获救。那另外连姓跟陈姓的民众，那不幸被浪卷走，然后3人都并未穿救生衣。那第一时间我们就配合海巡，然后进行搜索。当天晚上，消防大队也派出了人力到现场，不过碍于风浪过大，只能在岸上搜救。直到5号白天，其中一名连姓男子被发现沉尸在万里狮子公园附近的海岸。此外，在5号当天上午，又有一名钓客在野柳渔港外堤绿灯塔附近落海，不过这一件所幸被岸巡人员立即以救生圈救上岸，没有大碍。那通报说港区内有民众落海，那在第一时间由副所长及曾伟伦少尉还有另外一个少尉小长前往那个绿灯塔那附近实施救援，少尉实施下水并着那个救生衣，然后带着鱼雷浮标游至那个钓客部分，那也很顺利将人员把它拖带回来。现在11月的时候，东北季风到了，那风浪会更大。那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就是说有从事基调活动的民众，那一定务必要穿救生衣。那我们在消防人员以及那个海巡人员在做劝导的时候，那还是希望民众能够妥善配合。消防大队表示，由于最近这几天北海岸的风浪都非常大，就连地质公园的园区部分都封闭了。而在4号当天，3名钓客身上都没有穿着救生衣，加上从地质公园的后门翻墙进入，没有人发现阻止，造成一死一失踪的惨剧。而消防局也呼吁钓客，最近季节变换，东北季风越来越强，民众千万不要到危险的海域去基钓，并且一定要穿着救生衣，才能够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记者许端义万里采访报道。这一次在野柳地质公园发生的钓客落海事件，虽然风浪很大，但是地质公园这个地方是禁止进入钓鱼的，而园方也表示，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许久，虽然有明定禁止，不过还是会有钓客趁着园区休园的时候从后门翻墙进入，让地质公园相当无奈。这一次野柳地质公园发生钓客落海的事件，造成一死一失踪的惨剧。不过除了最近天气风浪都非常大之外，其实地质公园这个地方是禁止进入钓鱼的，园方表示这个问题已经存在许久，虽然有明定禁止，不过还是会有钓客趁着园区休园的时候从后门这个地方翻墙进入，就算被劝阻还会恶言相向。我们是全区是禁止垂钓的，在我们的门票背后还是说你们的告示牌都有这样子明白的告示，那钓客通常他们都会我们下班之后他们从后门这样翻墙过去，那其实造成我们很大的困难。像昨天前天这两天其实风浪都很大，那我们其实很早就有驱离游客，但是钓客还是不听，就是说我们积极的去宣导说可能是安全上的问题考量，我们如果说一直要驱离他们，我们甚至是这样被骂的。地质公园表示，在园区里面，尤其是在游客比较少的第三区，在这里只要一个跨步就可以下去郊园区，而许多钓客都会走这条路到野柳夹的最外侧来钓当季的白带鱼等等。但是园方也说，地质公园是属于政府北关处所管理的范围，在这里未经同意是不能进入的。我们真的呼吁说，钓鱼是一个正当的娱乐，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不适合钓鱼，尤其是在天气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那而且钓客他可能在对地质上其实也会有某些的破坏，所以我们呼吁说，钓客，请你说你这有兴趣的话，或许你找一个适合一个合法的一个地方去做你的一个娱乐的行动的行为，但是这一块我们是全区禁止钓鱼的。为了这些钓客的安全，地方派出所以及岸巡大队都曾经上前去劝阻，甚至还会对没有穿救生衣的钓客来开单，但是还是阻止不了钓客前往这个丰富渔场的危险海域钓鱼，才会导致这个月的落海事件。而现在也只能钓客自己注意安全，才能够避免意外发生。记者许端义万里采访报道。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今天上午在金山区的中山堂举办了一场重阳趣味活动。虽然重阳节在上个星期刚过，不过院方配合这个月的国际安宁日，一开始就由医师来进行一场居家安宁照护的讲座，另外还有团队合作的趣味游戏，让场面是十分热闹。虽然重阳节在上个星期刚过，但是台大医院金山分院今天上午在金山区中山堂举办一场重阳趣味活动，加上配合这个月的国际安宁日，一开始就由医师来进行一场居家安宁照护的讲座。此外，院方还特别准备了乒乓球传递的趣味活动，不仅是让长者玩乐，也一起展现出合作精神，每一位阿公阿嬷都超开心。讲座给你真好，迄阮早都拢已经签啊。哦，你拢签啊，我上少一支持。拢签。今日来遮算迄趣味的，啊，搁有运动安尼啦。哎，对对对，很好。哎呀，办这真好。可以互动互动啊，人可以认识啊，平常不认识，平常没有在一起，对，现在看到了，很高兴了。啊，你有听到安宁讲座那个吗？啊，这个很好，我们签过了。我老早就签过了。长者表示，他们大家都有签居家安宁预立的同意书，并且表示这样不给家人负担，而且让自己安稳的离开是最好的方式。此外，为了让在座的阿公阿嬷都能够活得健康，还有老师在台上教大家健康操。我们会有这个健康操以及老人引发趣味竞赛。希望在他们的节日，我们能够啊，台大金山分院能让地区的老人带来更多的快乐，也希望结合世界安宁日，将啊金山地区做安宁的这个事情能够更加扎根，更加让这些老人家是最幸福的。金山医院表示，原本这一场活动是要在重阳节前举办，不过当时在九月底的时候遇上了台风天，所以才会延期到今天。虽然是延期，不过长者依然相当踊跃，不仅是一起来支持安宁照护，也借此参与了一场趣味的活动，丰富他们的生活。记者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数位电视的加值服务超级录影机，只要电视播的都能录，操作相当简单，按下遥控器上的录影键，在电视的左上角就会出现一颗红点，表示已经在录影，也能利用电子节目表选取想要录影的节目，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录影键，就可以选择单集录影或是全部影集录影，甚至还可以同时一次录两台。有了超级录影机，暂停、重播、快转，只要一指按下，轻松掌握每一瞬间，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镜头哦。深装超级录影机服务，免费提供500G 超大硬碟随你录。台湾大宽屏200Mbps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六大免费优惠，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哇，出去放鸟耶！我的毛送给妈妈，嘿嘿嘿，啦！哇，终于啊！哇，好漂亮哦！哇，哎呦！有没有找到七色鸟呢？赶快来三一艺术村看看就知道喽。各位新北市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市气象。我们新北市啊，在一早出门的时候感觉起来好像比昨天还要再凉一点哦，实际上是没有错的，因为今天来讲啊，东北季风略微的增强，所以说在本市来讲的话，早晚的气温呢比较低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的。那么全市来讲呢，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会发生，特别是在我们新北的这个东北角啊，或是北海那一带，这个降雨呢会更加的明显，早晚的气温比较凉，刚刚说过了。那明后天来讲的气温会逐渐的慢慢的再回升起来，不过早晚来
脚的话，还是记得要携带一点比较保暖的衣物的。看一下卫星图上面的说明，从卫星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来讲的话，其实云也不多，主要都是这个偏北风遇到地形带来的一些这个低层的这个云，然后所以说在这个本市来讲的话，在这个北海岸啊、东北角啊一带，这个雨的部分、云的部分都会多一点。那其他各地来说的话，就是偏向在早晚呢会飘点雨的。那整体来讲，天空的云量也是蛮多的。看一下未来一几天的这个云模拟图，也可以看到，还大概都是类似的情况，都是一个比较偏北风到东北风的情形。所以说整体来讲，本市的这个山区的话，阵雨还是会有的，平地呢早晚呢还是会有一些阵雨会发生的。另外在我的左手边这个在旋转的呢，就是这个黄风台风，它在未来来讲的话，会先朝一个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移动到日本南方海面之后，逐渐的在北转上去，所以说对于我们新北市来讲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的。看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定量降水，可以看到今天礼拜一来讲的话，在这个东北角啊、北海岸啊，甚至南侧山区呢，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会发生。那其他各地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比较短暂零星的飘小雨的一个情况的。礼拜二呢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个慈门金山万里的迎风面啊、瑞芳双溪平溪贡寮的山区啊，或者在乌来一带，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阵雨会发生，降雨时间比较长一点。礼拜三呢，水汽量呢可能还会再稍微再多一些，所以说在这个石门万里啊、瑞芳平溪贡寮啊、乌来山区一样，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阵雨的。那甚至在本市的这个西侧这边，也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会发生的。看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可以看到，礼拜一到礼拜二、礼拜三呢，整体来讲的话，高温会从27度缓步回升到在28度左右。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这个国庆连假，高温会回升到大概29，甚至回到30度都有可能，感觉起来会比较温暖一点。不过各位可以看到，水汽部分就比较多了哦，这个越来越多，降雨几率是越来越高的哦。就是也就是说，在未来来讲的话，未来一周整本市的天气不会说太过于稳定的，所以出门请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的。好，那今天呢没有新北的后收载，今天跟大家宣导呢就是安全啊就这样子滑走了哦。什么叫安全就这样滑走呢？就是因为啊现在大家都是要用智慧型手机，走路的时候也在用，那可是呢这个蛮危险的哦，特别在过马路的时候，你低着头过马路在用手机，很容易造成这个没有注意左右来车，很容易造成您的伤亡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不要在过马路的时候用手机，最好连在走路的时候都不要用，不然的话撞到人、撞到树、撞到这个电线杆啊、墙啊，都是一些蛮危险的事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新北市天气，感谢您的收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端义，祝您事事如意，红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
对我们这个全民一个照顾，运动的照顾，强身就是报国，对不对？因为离家近就好了，然后都很期待。有啊，这样子比较热闹一点，就是可以带动我们这边的运动的一个气氛，这样子。因为淡水蛮常下雨的，那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活动空间的话，就是让小孩子可以活动，这样是很好的。我中山桥那边转过来就看哦，这好水啊，那这大片呢。这边设备啊就很新啊，然后都还蛮齐全。前需注意气象，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哦。Go， 小胖，快点！大家等等小胖，队伍别拉太长哦。哎呦，哎呦，小胖没事吧？没事。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事故发生时应立即拨打119或112请求协助。领队好尽责哦。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